的一个拖车啊。对，这是钢铁人呢，几场比赛打下来，其实除了进攻之外，我们最担心就是他们的防守问题。哎呦，蓝少辅一个 friendly roll to the basket，kick out。少辅面对曾祥军，好球，好，再给底角是一个空档，终于下本季的第一颗三分球。